也在历史。而当时民运领袖王丹表示，镇压六四的行动已经让年轻一代对于追求民主产生了放弃的心理，他相信中国学子将会觉醒，而中国走上民主的道路可能会慢一些，但是这一天一定会到来。中国大陆六四天安门事件过去已经整整